心中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故事啊，对对对，和和和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去唱和声去。对对，其实这个特别难找到主旋，对，不然的话这句就特别难回到主旋，就是这个。我从来没有看到马哥在主旋的时候这么的我却无所谓不惧畏，却再也不能够是个和你。划过夜空的他还会再回来吗？这段故事啊，依然和我都被留下，还会再回来吗？伤疤有一颗心穿透我眼里的伪装。试一下啊，再试试看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就要改。张哥你唱唱，我能不能通过你的那个唱的原旋律。对，抚平我心中的伤疤，有一颗心穿透我眼底的伪装。你们这样子的话三个人声音可以独自就是各自送各自的吗？没事，大家一块儿玩嘛。哇塞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真的这样一块玩，三个人可以玩到很好的话，你们真的要庆祝一下。我觉得好可恶呀，我这个真的好难呀，这个。我到时候就说播客三个人声音开到最大点的翻译，声音都互相串在彼此的耳机里。哎，张哥的还挺稳啊，张哥稳男，稳男，对，学好了，特别稳，可能早上抽了两关血，让我精神一点。好，这个低的低的是谁来？我唱钟胜国。对，但是问题是他在唱啊，是不是？是真源在唱。真源在唱。对，我们还得避一下。来，没事，不要紧。这得重新学一下是吧？不，就是我们分一下嘛，就是固定音高了，这样的话大家会唱得轻松一点。是有些已经有点熟。对，我觉得是疑难，咋疑难的可以调一下。那马哥，加油！我这有困，有一颗心穿透我眼底的伪装。下是谁唱？我。你唱是吧？那你唱这个上去不行？什么？我唱那个上去？就是我是现在有一光光光，我心中的伤疤，有一颗心穿透我眼底的伪装。对的，然后我这个装让我找不到这个啊。对的，就是、他是三个音，他没有什么办法找。我是主旋律啊，我是主旋律这句，我是主旋律，这是他是主旋律，他主旋，他第二段吗？对对，第一段，第一段，他是主旋律，可以可以。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你能不能唱这个下？不，你能不能唱那个微？你唱高，你继续唱高，那你唱那个，你就不下来。我眼底的微妆，我唱啥？这个就好，比那个好。唱啥？我唱啥？你就唱高的。就是两个人换一下，这样好吧？我们试一下吧，试一下，来来来。有一颗心穿透我眼底的伪装。阿莫德纳鲁法，阿莫德纳鲁法，来得及说出的话。你也被带走了。所以啊，你看，就是。声源的那个是高音，他会把你们两个主旋带走，恶心啊！然后我就把那关了嘛。阿莫德纳鲁法，阿莫德纳鲁法，划过夜空的他坠落在那边上，这一场梦，那没来得及说出的话，会遗忘吗？抬起头吧。可以的，你只要不听就行。不听。好，先到这边，对。这个地方也是，反正就是张哥，你又是高的嘛，对吧？对，对你就是小心别把大家带走。有一束光抚平我心中伤疤。好，这个地方抚平我心中伤疤，来，好，这边是这样子，来，我们先。抚平我心中伤疤。对，但是来，我先听一下亚轩的哈。抚平我心中伤疤。亚轩是高的哈。然后张哥这边是低的，对，
抚平我心中伤疤。 OK 可以，好，然后来，我没有想我的那路法，花火夜空的大雪落在那边上，有一束光抚平我心中伤疤，有一颗心穿透我眼底伪装。哎，可以耶，我觉得这一套相当可以，有 hold 住，没有被影响到。然后可以的，然后亚轩，你那边那个最后面比较稀碎一点的那个那些小 solo 一定要在，好，不然那个因为本来 solo 完了，对，他那个小 solo 是要在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在， okay. 好。往前走吧，最好的一次。你抬起头来，没事，开机了，开机，三。遇到什么事儿呢，会让你选择自我修复？不是求助于人。切菜切到手。比如说刚刚被亚轩弄伤了，我选择自己修复。你自己修复，你想讹别人？你伤到张哥的心了，张哥你也要自我修复？对呀、，heart broken。Oh my god！ 我给你纹，我给你拿胶带给你粘上。好，来，小宋呢？来，就是细胞的新陈代谢，更新迭代，这你的每时每一刻都有无数的细胞正在死亡，又正在重生，这难道不就是自我修复吗？顾客代表。那马哥呢？马哥，自我消化，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我想改掉我这个坏毛病，可是马哥没事吧？马哥，没事，不用管我，我进里面过一会儿。啊、快抬起头来！自我修复的小护士，除了修复细胞以外，你在做完一天，可能你不是那么快乐的事情了之后，你就像是手机没电了一样，就是其实你也没有受什么伤害或者怎么样子，只是你没有电了而已。然后你只是回家需要，做一些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回家了之后不愿意睡觉，躺在床上一直在玩手机的原因，因为只有那一会儿好像是属于你的，然后他是在给你充电。是，那亚轩充电时间可以有点长。你觉得呢，亚轩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亚轩，你充电时间也太长了吧？你充电宝吧？那张哥一定是快充。对呀、啊，我充一会儿我就睡了。我是，你是漏充。漏充充一天，还充一天。还是百分之十。给插线板充上电了。每当我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有一个英文单词就出现在我面前 ，forget。然后呢，这就是一个很 magic 的场面，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氛围，然后让我沉浸在里面，把这些创伤全部都给插上插线板，然后感觉那一瞬间能量就回来了，然后就继续第二天的行程，然后就看到我每天能量满满的。来，那这个好尬呀！不愧是时代将军。搞笑中带着幽默，幽默中带着一丝哲理啊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。那教大家一个平时一个自我修复的小妙招，把你的音响开到最大声，然后放。我觉得是好吃的，你不管自己做好还是你出去吃好，确实这个美食嘛，还是可以很有用的，很管用的。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是。不光是我，大家都会很 emo， 我就会四肢张开躺在床上，然后乱想今天的事，然后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，然后第二天起来我就想着我就忘掉以前的事了。可能跟我这个人有关，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方法有关。没有啊，也许提问，也许这么敏感，越乱想今天发生的事，乱想不会越来越乱吗？就是越来越乱，然后脑子就晕晕乎乎的，然后就睡着了。想出一个剧情，然后就想出一个梦了。我跟你完全不一样。哇哦，就是什么都不能想，因为如果越想越乱的话，我就发现我自己睡不着。我会想，我也是，我越想越清醒。或者偶尔你发想到自己生气的事情，干脆觉不睡。所以我教大家一个冥想的方法啊，就是我自己用的方法，我也冥想。你怎么用的？
我就是集中注意力到的我的眉心，啥都不想。哦，我不是，我是会把那个从一数到十，再从十数到一，然后一直这样反复数。因为如果你要是从十一直往后数的话，就是不是你的脑子主动在思考这个东西了。然后你要把那个一放大到你整个脑海里，就你脑子里黑的除了那个黑的，别的就是那个一，然后就是那个二，然后就这样，就要一直这样。谢谢，看有用吧？太管用了，我都睡着了。那你觉得放下对于你来讲是遗憾还是成功？放下。张哥看来有很多值得放下的事儿。啊，张哥。张哥先说吧。张哥别这样，张哥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张哥，好了，张哥，放下，放下就是。好强啊，张哥。张哥好可爱。你说要完全放下吧，我觉得也是挺容易的，我能把它抛之身后。但你要，我怎么开始讲哲学了也？就是你举一个重物，你要把它放下，很简单，你一甩就放下了。但你要慢慢的，轻轻把它放下，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。所以说，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人们成长的空间，去好好体验这个过程。谢谢，撑下来了。有情绪，但不要太叛逆。我觉得放下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有遗憾也有成长。哦，因为当你放下的时候，你就没有那种孩子的固执，然后也是一种成长。但是，对于我来说，放下也是一种不甘心的表现。我是一个挺固执的人，我觉得我是一个老板挺棒。我觉得你可以。有一颗心。对，不用一直保持那个 beautiful face， 就是好好唱可以。我觉得因人而异。我是觉得至少我没有办法真正放下很多事情，我觉得是成长，带有遗憾，因为好像释怀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很在意它。对，因为。如果你真正不在意的时候，就是你就可以很轻描淡写的讲出来，那样才是不在意。第一个啊，你在做事情不满意，但你还是愿意坚持面对它，勇敢去面对生活中非常繁杂、非常无聊的每一天，然后从中找到有意思的地方、有乐趣的地方。我觉得这是英雄主义啊，所以这不是放下不放下，就是因人而异，不用一定要放下吧。有些东西你能做的事情，唯一的事情，你能唯一做对这件事情做的，也就是回忆它而已。所以就是把它放好，然后是很宝贵的记忆。4 3 2 1再次欢迎三位回到我们的乌托邦乐园。搞笑啊！来，那乌托邦乐园又发布了新的挑战任务。李总，是吧？你先说吧。那都叫张俊了，你有啥不敢说的？对啊，张俊好强，这么年轻就干这么……张总，我们那个项目就差您的签字了啊！一边录舞台一边搞这个是吧？起不来了。我建议你们两个可以打架的用手，就不要动嘴。有思路了吗？手机在里面。整个，全都是我的思路。就他了。就是你，不是我，你就是那个 smart man。不是，就是你。我并不 smart。那你发誓？我发誓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这是啥呀 ？A 组别是什么？我们这是工作手环了。你能再给一个条件吗？那你拿什么交换呢？给你我的手表。你要真给就可以。一套房，还是给北京四合院的。哎，这些都不好，还是。毕竟我是个北京人，就北京四合院，我不愿意离家太远。哎，那些都是虚的，还是送你一个祝福嘛。太实在了。亚轩说：“给我点实在的，一个祝福，一个祝福。
杨轩，杨轩老给人转钱，都是5万5万的转，你快找他要5万呀、啊！哦，是吗？过来啊，你配合一下。我是谁？我是小辣椒。我是小蜘蛛啊！哦、小蜘蛛。张哥有思路了吗？什么思路？这不有三个线索吗？唱的都忘了。有啊，嗯、是我吧？这个镜头里的人。我先猜一下。哦不，我先提个问。这个 smart man 知道自己是 smart man 吗？首先他就不是 smart man， 他是 handsome man。啊， handsome man。这不好说。不好说。想到了，就是你对不对？不是我。你开始唱合一那样。没有虚的。我知道啊，你唱合一嘛。你真会缓解尴尬呀，真的。你就是 handsome man 吧？你听我的呀，我的绝美歌喉。听我的绝美歌喉，听到你的绝美歌喉，我直接抛锚。啊！看看我深情的眼神。那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。我要被魅惑了，张哥。啊！等个啥呀？你乱搞啊！那你是海神。你帮我捏一下呗。那这种力怎么了？你别捏皮啊！你别用，那这就没了。你要捏肌肉，再捏肌肉啊！为什么？嗯。让大家的照。是皮还是肌肉？对，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拍石头吗？啊！我不能让我自己是这个样子，我要让我自己是一个正经人，需要是一个体面人。Cool。看看体面人怎么拍自拍。好体面。什么？好体面。体面吧。我。那你得验证啊。咱们就在这互相挖坑吧，与咱别搞这个，本题无关。我们不要搞这样，你们这样，我们就你给我一点线索，嗯，要不然咱们今天都回不去家了。你这不拿18K 金戒指，上面还有一个这个0.5克拉克的真深海珍珠。你给我的意思就是我替你还给服装老师。不，我送你了，你看这不体面，不体面。那这样，你看我身上这珠子，嗯，都是海底的这些珍贵的奇珍异宝缝上去的。我把这个衣服给你，怎么样？这可以吗？行，成交。来，给他一个线索。我一会儿再给你，行吗？好，因为我还要拍东西。行。能让你一下就找着。你猜的这东西在哪儿？这东西在哪儿？嗯，在兜里。你找找，在他鞋里。你找找。你看啥？一点。啊，好看、啊。是不是藏了什么东西？我藏的什么东西？这个耳朵上那个。他们给了我一个线索。你快拍你的小卡，什么线索？他们说是我们三个人其中一个。但是那个东西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一个人。我吃进去了，会是贴了一块假飞机吧？哥不做那种事。Sorry。太尴尬了。真的太重了。成。冲你这段演技，再给他个线索吧。还有，给一个线索吧。好。是你的吗？不是我的。真的不是你的吗？真的不是我的。你这个 A 组是什么？这是工作证。我找到了，是不是这个？那应该。你需要什么？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但是我觉得，哎，是一张纸。为什么是一张纸？我又得到一个线索，是一张纸。是一张纸？
没有纸。干嘛？真没有纸。好像在那儿。你真没有啊？我互相搜身吧。你这不是纸吗？你这也是纸啊？这是布，好像纸的材质。纸是吧？帅哥鞋，鞋。你先脱了。你脱了哈、啊。哎，没事，换。差不了。快点啊，这个。脱不下来了。这啥都不会啊，先脱下来呗。这是怎么突然冒出来的环节呢？必须的。那你在这审问他，我先去拍。你还那个吗你？快一点，脱了，快点脱了。这啥好看的呀？你别动，你。那是，那是。你在哪位？快点！你们给了什么奇怪的线索啊？快点！跑到我这来了。再给我透露一下。啊，再给你交换，你再送你一颗。你已经一气都送给我了。我这项链，把这个给你可以吗？这样吧，我们给你表演一个斗鸡。好，来啊。这个吧。哪儿？来。这边。我家那个。哦，我输了。好，来，可以成交。耶，赢了。啥意思？什么？你右边还是我的右边？我的右边，这边。每个人的右边。没有啊，我自己兜里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飞的时候需要看镜头吗？这东西在我鞋里塞纸了吗？这不会冻流通就好。纸是疯了，那我背后藏了什么？这个斗篷吗？谁知道了？你看镜头撒个娇。你这样，你来大的，我一口气告诉你撒，行不行？啥玩意儿？没问题。哎呦，待会儿来个大的，我们俩一起来，来个大的。我凭什么凭一张脸？他必须要自己再猜一遍。马哥露一下腹肌。我觉得可以。我觉得不行，小宋可以啊，肱二头肌，露一下臀肌。我反正是可以啊。丁哥，但是播不了。这个吗？真的假的呀？疯了吗？别搞啊！我是这个吗？哦，应该不是。应该不是，你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东西啊。不是，哪有藏鞋里的呀？这什么啊？还不知道。完了，我不能这么轻易找出来了。放鞋里。这边我放鞋里。好恶心啊！你笑啥呀？好深情啊！可以了哈，来。OK， 来，何刚老师，再来一遍呗。别叫了，是对你深情吗？舞台应该 OK 了。我这么乖巧，你乖巧像狗吗？你是性感小猫。吗？录制还在录。我们当中有三位，有两位完成了我们的乌托邦挑战任务。谁？你俩完成了？好像这么完成了，那接下来两位受到惩罚吧。我们俩完成了，我们俩完成了。原来知道。然后趁我拍摄的时候，在那里偷偷找你们要线索。什么啊？什么叫偷偷？光明正大的要。取下了什么鞋里的什么东西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呀。你又看到了。人家先从鞋里掏出一个黄黄的。哈哈，你又看到了。在他们获得任务的时候，是表演了一大的话题。快点，你来。你必须整一个大的，我才能告诉你。你学星星。我们指挥你。那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小了，露腹肌，张哥。哎呀，露什么腹肌呀？赶紧进去，赶紧露腹肌。快点，快点！那我还是接受惩罚吧。快点，快点，那惩罚就是惊吓，惩罚就是猩猩露腹肌。很久以前，在某一天，张晶元突然返祖了，他
变成了一只黑猩猩。快点快点啊，人家旁白都给你整上了。快点啊，妈呀，我要看。来一个，张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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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我一会儿帮你们。但是我不露腹肌哦。我也不露腹肌。你必须露啊。不行，在很久以前的某一天，张真源突然变成了一只黑猩猩。你看，他在野外四处游荡着，突然他发现一个厕所。我不是厕所。开个门，这是什么？好奇啊！我来试一试。啊，原来是这个。他开心的摸了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听过。打电话一下。突然，他来到了一个饭店，那里消费台来着。你干啥？你要听导演呢？你听导演呢？你。桌子的菜，可是他突然一想，哎，我没有钱怎么办？这个时候，外面进来了一只另一只猩猩。这只宋猩猩呢，非常的有钱，非常的富有。张猩猩看到他，就想到了啊，不然我跟他成为朋友，这样他就可以给我付这个钱了。宋猩猩说。哈，让我付钱没有问题，给我看看你付钱。张星星很生气，说：“我把你当兄弟，不不不不不，来干什么？”张星星非常生气，给了他一下，给了他一个冰的。宋星星也非常生气，落荒而逃。宋星星落荒而逃。来谢幕啊！别哭啊！你捣蒜呢？谢谢。那大猩猩呢？我是螃蟹，我是螃蟹。张军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一个祖国的花朵应该干的事吗？服了。张哥，你自己来找吧。你自己来找。什么愿意？你让他自己来把这东西拿给你。你自己找吧。那你还是自己找吧，让不着。我给你线索，右边，然后帅哥时代峰峻，鞋，还有。别啊！那我告诉你，在鞋里你找。这干嘛？快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我帮你拿啊！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干嘛？啊，在里面。好恶心！啊！你找到没啊？成哥，哎呀，成哥，你快一点！还没找到吗？没有吗？完了！啊，我不信了。对啊，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，奇怪了！张哥，张哥像猩猩一样跟我们耍。啊，你干嘛？哦，拔错脚了。哎，还是湿的。你后面去看一下就知道。为什么还有人下呀？同学，我们看任务，也恭喜一下轩穿上了鞋。耶。往前走啊。